你这么早起来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走吧。那就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昨天小北跟我讲，他想吃家里的白菜了，他上次带过去的还不够，然后可能吃完了，要我给他弄一点寄过去。看我家轩哥，一听说要给他姑姑寄东西，一大早就起来帮忙了。然后昨天在我地里面看了一下，我家种的没几根了，就现在来紫英伯伯地里面摘一点。昨天跟他说了。在紫英伯伯家扯了这么多，现在去把我自己地里面的也给扯了。紫英伯伯地里面有些老了，然后不能吃。大家看，我家里全部都是一些这种小的，这么短一点的，没有紫英伯伯家的那么长。我要把它折了吧，这种好吃。折了多少了？折了这么多了。你裤子脏了？对呀、啊。你鞋子湿了吗？没有。这么老杆子可以插哪只了？那个三号上去。我心情刚刚就可以去好好休息一下。他的心心念念屋里哥哥味道，那皮姑姑的知道吗？那皮姑姑啊，之前那豆皮跟我包到成一半，我发现那捧箱做好。对，这个花椰水的，不能吃。兄弟，这两个傻狗，哎，等一下你外婆没得吃了，你全部叼走。弄死你们两个！我跟你讲，哎，公公就没打。弄小多，还有小花。小花小多不听话。大多说到吃生气，大多也管还不用完。哎，还要死。做个比喻的。哎呀，小多，好吃不？傻狗。不香，把碰上这个装去，碰上就好的了。这箱子还小了，哎呀，刚好。再去拿点辣椒粉。小北说还要弄点辣椒粉，黄瓜的菜不够辣。他说加点这种辣椒粉，有味道一点。看，装了这么一大瓶，现在给它塞进去。这样刚好，两袋菜，一瓶辣椒粉。你们两个还来，对不对？你醒来了。饼干爸爸。一大早起来就吃饼干，揍你哦。走吧，轩，我们去给姑姑送快递。好，给姑姑送快递去了，哥哥你去不去？走。
好不好？前面要放菜，你跟彪哥坐后面。嗯，等一下，爸爸拿钥匙出来去，来熟，小心熟。别别坐后面，你也坐后面。哎呀，你好小家伙。太好，妹妹。我们现在到快递点了，现在要把它给发出去。来，发快递。他各种摆设可以发快了吗？啊，煮一遍辣椒粉，还有白菜。你这个是送给你家的粉丝是吧？不是，给小北的。给小北的。他想家里的味道了。他给我们的款式就是你的碗吧？这快过来。看这两兄妹在哪里都能玩得这么开心。现在称重了，泡什么？三点三。泡多少斤？可以啊，来别着急啊、哦。你哪卖糖呀？录用。录用是吧？嗯。哦吼，看这天又要下雨了，天又黑了。哎呀，这是就是麻烦。看，放完了，总共花了46块，这一个白菜台代价有点大呀。走了，轩，我们走了，爸爸带你们吃东西去好不好？吃炸鸡。吃什么炸鸡？吃米粉。我们还没吃早餐，我现在要带着他们去吃点东西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